歡迎大家繼續收睇《信不信原理》。上個禮拜我哋就講咗屬牛嘅生肖啦。啊，咁啊呢一輯咧就應該係老虎啦，係嘛？咁啊唔該啊陳其光師傅啦。屬老虎又點樣咧？嗱，咁啊屬虎入邊嚟講咧，喺今年入邊，嗱上次講咧屬牛係犯太歲，雖然係破太歲，咁但係唔係一定係百分百唔好啊。咁啊屬虎嘅咧，今年咧就係亦都係冇犯太歲嘅。咁啊有兩粒有兩粒星咧，咁啊叫做都叫做吉星啦。有一粒咧叫做六分星，咁呢粒星咧比較好啲嘅，即係喺個事業啊、學業啊各方面係有提升同埋有機會攞獎嘅。好啦，另外一粒星入邊咧就逆馬星，咁啊逆馬星入邊嚟講咧就可能係走動啊、出外啊各方面。咁出外有分好唔好嘅，但係出外入邊嚟講係令到自己出外都有分好唔好咩意思咧？出外即係譬如有啲人出外啊投資啊做生意可以係不利噶嘛，咁有啲出外做生意啊各方面可以係有利噶嘛，唔同噶嘛。咁但係咧屬虎嚟講咧，今年咧就出外啊各方面嚟講咧就會有朋友嘅即係話幫助啊輔助啊，咁變咗嚟講咧出外咧係會有得益嘅。咁呢個咧就屬虎今年入邊咧係好嘅星有兩粒。好啦，唔好嘅星入邊咧都係屬於就唔細嘅星咧，咁啊有天狗星咧，咁啊天哭星咧、吊黑星咧。咁呢啲星入邊嚟講係咩咧？就係代表咧，就喺今年入邊咧會容易咧消遣。使錢比較多啲嘅，咁所以咧，咁呢個控制自己有得使就冇所謂啊。係啦，自己節制啦。咁你譬如咁，你揾到錢嘅，咁適量嘅使，咁開心錢就冇問題啦。咁但係有啲入邊嚟講，可能係唔係個個屬虎都咁好環境，有啲人一般嘅話咧，咁今年入邊咧就會容易啦，花費多同埋使大，咁咪要注意自己控制入邊個使錢嘅嘢啦。咁同埋今年係特別咧，係會朋友聚會啊各方面咧，係屬虎嘅人咧，今年係。使錢多啲係因為同朋友去玩啊、聚會啊，或者係有啲少少嘅合作性入邊啊，咁做生意啊，咁都係會付出嘅。好啦，咁咧另外一粒星入邊，天空星入邊係咩咧？即係話喺今年入邊咧，屬虎嘅人邊咧，就係話喺身體啊各方面咧，會容易咧有啲小嘅痛症同埋小嘅毛病，小嘅毛病啊，唔係大個問題。咁啊呢個咧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好啦，咁啊屬虎嘅朋友入邊咧有一粒星咧，頭先講就吊黑星入邊呢粒星係咩意思咧？就話咧要留意長輩身體，即係話咧係屬虎嘅朋友入邊今年容易有長輩入邊咧身體上邊咧係。容易有問題，咁所以咧就比平時更加多要即係關心啊長輩啊各方面，譬如身體有冇啲咩唔妥啊，及早去嗱，所謂長輩咧係直系嘅長輩啊，定係即係好多長輩嘅喎？直系多啲，冇理由係啦，你拖到大院咧就冇乜關係嘅，直系嘅長輩啦，咁啊譬如父母啊，咁啊或者係對方嘅父母啊，咁呢啲都係直系嘅，咁啊直系咁，總之係比較近身。近親啲嘅，咁就要留意喺長輩嘅身體啊各方面啦。好啦，咁咧就係每一年入邊咧嗰個屬虎嘅特性，咁我哋又講下啦。咁咧就1926年嘅老虎嚟講咧，喺今年入邊咧就好啦，咁呢個咧就年紀就比較大啲嘅啦。咁但係咧就喺今年入邊咧，如果係今年嗰粒星入邊嚟講，對於呢粒星入邊咧，就算有啲年紀大都好，唔係個個身體差喎。咁但係對於佢嚟講，今年入邊咧係有貴人星嘅喎。咁雖然係1926年咁出世嘅，咁啊成8歲嘅啦。咁但係今年入邊咧，身體啊各方面咧就還係安好嘅。咁係會有啲頭先因為受住頭先嗰啲某粒星入邊頭先講嗰粒叫做痛症嘅星，即係會有啲小病痛啊各方面。但大致上入邊嚟講咧，反為咧就1926年嚟講咧個虎咧就叫做可以係少少問題嘅啫。咁啊就要多加注意調理咯。好啦，咁啊1938年嚟講咧，咁啊呢年入邊嚟講冇1926年嘅年紀咁大添，咁但係今年入邊呢粒星咧，就反而呢個虎咧就要留意下啦，因為今年咧受到係刑克到佢自己嗰粒主星啊，咁所以咧今年入邊咧會容易身體啊問題啊痛症啊同埋唔舒服啊各方面，咁所以咧就1938年咧反而咧要特別咧就係注意身體，因為話明嗰粒雖然係一粒係佢個星唔係咁大，咁但係咧年紀大個。每個人唔同，你後生受到個痛楚，唔係你幾大受個痛楚又唔一樣嘅。咁所以1938年咧，反而特別咧呢年嘅咧就要注意身體啊各方面嘅嘢，比較特別注意啲嘅。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1950年啦。咁1950年嚟講咧，喺今年入邊咧，亦都要注意，因為今年入邊咧就係金木交戰。
會容易入邊咧，又係即係跌親啊、整親啊各方面咧，就要係比較特別注意。咁所以咧，就1950年咧，同埋1938年入邊嚟講咧，都係尤其是1938年更加特別注意。第二入邊咧，就1950年咧，今年入邊會容易咧損手腳整親嘅。咁所以咧，就係唔好去咁遠嘅地方咯。咁有啲可能70幾歲啊，去旅行啊、去玩啊各方面嘅嘢，咁第盡量去注意安全就得噶啦。會容易咧，尤其是係手腳啊、頭啊各方面嘅嘢咧，會容易整親，咁所以咧要特別注意。好啦，1962年嘅虎入邊嚟講咧，今年入邊咧就付出係有收穫嘅，咁佢今年入邊咧付出咧都係比較多啲。咁但係今年入邊咧就會由於有頭先嗰粒叫六分星，咁即係話會有升職啦、提升啊各方面嘅機會嘅。咁所以咧喺今年入邊咧就1962年咧，咁今年入邊咧付出係有收穫嘅。咁其實1962年咧，今年亦都唔係咁差嘅啫，只不過咧就係辛苦啲咁多，咁但係咧就付出多唔緊要，但係有收穫嘅。好啦，1974年嚟講咧，個虎咧今年入邊咧，咁就OK 嘅，整體事業啊各方面入邊咧，亦都有突破性嘅發展嘅。咁但係今年入邊咧就會容易咧使錢啊各方面咧就多啲，同埋咧使開心錢就冇問題嘅，但係投資啊各方面咧就審慎，因為咧。因為合作或者係朋友介紹某啲入邊投資入邊咧，就導致你有機會咧就係損財嘅。咁所以咧就係避免喺亂咁投資呢樣嘢。其他喺個事業啊各方面咧就問題不大嘅。好啦，即係做就冇問題啦。做就冇問題，投資咧就今年嚟講小心啲啦。係咯，就要小心啲弱啲嘅。咁同埋咧就1974年入邊嚟講咧就係始終係劫星重，咁變咗咧就今年入邊咧。其實所有屬虎嚟講，今年入邊咧都係要留意啊，嗰個叫做咧係長輩啊各方面嘅身體入邊咧，亦都係要留意嘅。今年入邊咧長輩個身體，咁1974年入邊咧就留意啊長輩，而且係男性嘅身體入邊，咁入邊父輩啊叔啊嗰啲啊咁樣，或者對方嘅即係爸爸媽媽啊爸爸啊嗰啲，尤其是男性咧，咁就要留意。即係個所謂直系親屬就包括你嘅配偶嘅屋企人。係啦，但係以男性為主嘅，咁所以咧身體入邊咧亦都係要留意啦。咁啊，1986年嘅虎嚟講，今年就好啲啦。咁啊，升職加薪咧，有貴人啦。咁啊，所以今年入邊咧事業啊、財運啊各方面嚟講咧，就整體入邊嚟講咧就係OK 嘅。咁雖然又係有嗰啲負面嘅星入邊，咁少少嘅負面星梗有啦。咁但係咧嗰啲咧就對於1986年嚟講咧，呢個虎咧就影響不大。咁呢個咧就冇乜問題嘅。1998年嚟講咧，就呢個就留意下啦。今年入邊咧，就喺個事業上邊咧，壓力咧就較為大啲嘅喺今年入邊。咁但係有粒好嘅星，頭先講嗰粒好嘅星入邊咧，就話你壓力大，即係話你個工作量係比較重啲。咁但係你有相對嘅回報嘅話，入邊嚟講咧，你咪接受咗個壓力咯。咁喺今年入邊咧，就默默耕耘咧，係有好嘅結果嘅。咁就身體啊各方面入邊咧，就係留意下咧，就係脾胃啊各方面嘅嘢比較弱啲，容易胃唔舒服啊。咁其他都冇乜太大嘅問題。好啦，2010年咧，咁就呢個老虎咧，今年入邊咧就同太歲之間咧就產生咧就係金木交戰啦。咁所以咧喺今年入邊咧就要留意，亦都要留意啊嗰個仁義啊、口舌啊、是非啊各方面嘅嘢。因為難得有一粒好嘅星入邊喺你個工作事業各方面咧有機會提升嘅話，入邊咧盡量咧避免人事同埋口舌爭拗啊各方面，咁做好自己就得噶啦。咁啊身體各方面咧，今年入邊咧，因為始終10多歲咁後生仔入邊咧，如果周圍去玩嘅話，入邊咧危險嘅唔好玩啦。今年又係容易咧就係損頭手腳整親啊關節啊各方面咧係要特別小心嘅。好啦，到2022年嚟講咧。咁就好細個啦，咁個虎，咁今年入邊咧就會係個小朋友入邊咧會特別咧係好動啲嘅，因為第一入邊嚟講有粒應馬星咧，再加埋入邊咧佢本身呢個小朋友啲粒星入邊係泄出去嘅，咁變咗咧係坐唔定嘅，咁啊坐唔定嘅時候入邊嚟講咧，咁變咗咧小朋友入邊咪會留意啊，各方面咧就會整親啊、損傷啊，各方面都要留意啊。但係問題不大，因為佢唔係直接去黑嘅話，入邊嚟講咧就冇咩太大嘅影響嘅。好啦。2022年咧，呢個小朋友入邊喺今年入邊咧，佢你最好咧就因為咁啱好咧就係3歲到，咁所以喺今年入邊咧，盡量咧就俾多啲嘢俾佢學習啊各方面。反而咧，今年個嗰個小朋友個吸收能力咧係特別好啲嘅，學嘢咧就特別快啲嘅。咁所以咧就雖然係小朋友入邊，今年入邊咧佢係會好動，
咁但係咧就俾佢學多啲嘢入邊，等佢宣泄啊，咁所以咧就特別好啲嘅，反而學多啲嘢咯，小朋友，因為幾歲入邊吸收都係特別快啲嘅。好啦，咁啊屬虎嘅咧就係每個生肖入邊咧都係好似頭先之前所講咧，就係話咧睇入乜嘢嗰個五行入邊咧個顯象入邊令到自己有利。好啦，咁屬虎嘅咧就係馬啦，即係喺個正南方，喺個房間嘅正南方咧就係、是、好似之前咁剪個圓圈，即係剪張紙入邊咧寫個五字。呢個是十二地支嚟嘅嚇，十二生肖的地支。咁寫個五字是咩咧？又是擺屋企嗰個房間的正南方咧，貼喺個隱蔽的位咧，同埋第二個咧就放在自己銀包入邊咧，同埋或者係手機入邊咧，咁啊對自己入邊咧提升嗰個運氣，同埋咧化解啲唔好嘅星係有個幫助喺度嘅。嗯，呢個就係屬老虎仔嘅，係啊，屬虎嘅生肖。係啦，屬虎個大體上入邊嚟講咧，就係今年入邊咧係就係長第一點咧，就係留意長輩個身體啊各方面咧。個健康就會係容易比較差啲，咁其他入邊嚟講咧就係問題不大，因為始終喺個事業上邊今年都係大部分都係辛苦啲，但係係有成績嘅。Okay. 今年入邊有啲成績啊各方面，咁啊應該唔需要怕付出嘅啊。嗯，咁啊屬虎啊講完啦，咁啊應該下一輯應該係到乜嘢啊？兔仔啦。哦，兔仔。白兔仔，白兔仔想知道白兔仔出年嘅運程又點咧？下次見到噃。Okay.